大山又来氪金了，快乐住在皮肤终于回归了。当时没有选择氪金，那么今天咱们就氪一下。如果不氪金，就对不起咱们仓库里的香蕉套装，因为这两件套装是唯一看着不像人类的皮肤，一个电脑人，一个香蕉人。咱们不说了，直接十连抽。开局一个好兆头，直接抽中了一把 M416 皮肤 ，good。第三次试炼抽又抽中了一把 M762 皮肤 ，good。第四次试炼抽又是一把 UMP45 皮肤，然后的然后又是一把武器皮肤。这运气啊，来了咱挡也挡不住，我感觉离快乐主宰不远了，我们继续接着作业。接着舞，奥利给！这才消耗500块大洋就抽中了快乐主宰，我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了，见好就收，咱们不抽了，兄弟们散会。